每次看到镜头前的自己，我都觉得自己变老了。我也好想要变年轻哦，不然去练个重量训练好了。嗯，你说为什么要练重量训练哦？因为呢，我听说练重量训练的话可以回春哦。这一款100万岁老太婆就是会因为玩家一直训练而变年轻哦。嗯，好羡慕哦，赶快来玩玩看吧。玩家们烦恼敌不过岁月的痕迹吗？没关系，透过锻炼你也可以轻松回春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100万岁老太婆游戏，有别于一般性感美女养成，玩家们要做的反而是帮百万岁的婆婆回春。画面最上方显示老太婆的年龄，玩家们可以利用重训与美容等锻炼，透过训练进行就能越来越年轻。老婆婆也会随着年龄层的改变来解锁各式各样的形态，真的是超级恶搞的啦。玩家们快点下载，把年龄整个倒过来玩，试着挑战看看年轻的老太婆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美魔女吧。